尊敬的诸位善知识，大家好。我们来看《无量寿经》第十三品：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接着上面一句啊，又有无数声闻之众啊讲下来的。那么前面讲到的声闻之众，是啊，极乐世界阿惟越智菩萨已经断了见思烦恼的这些人啊，所以就称他们声闻之众啊。那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啊大乘正三不退的菩萨啊，所谓位不退啊，不会退转做凡夫；行不退啊，不会呀、啊、从大乘行啊退转到小乘啊，还有是念不退，就是啊念念流入啊娑婆若海。啊，三婆若海就是讲啊真如本性的大海啊。那么换句话说，这都是啊化身大士的人物。那么三不退的这种境界，只有化身大士啊才能够有。那为什么到了极乐世界的天人声闻之众啊都是三不退的菩萨？这是因为啊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啊。论有加持，他们的境界就等同于化身大士，就是三不退啊。如果不论加持啊，光是论自己修正的功夫，就会有天人声闻菩萨啊这些分别啊。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啊，这个极乐世界还有天人啊，那不是六道里面的那种天人啊，是他们自己还没有断见思烦恼啊，但是呢有阿弥陀佛加持啊，啊其实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那有这个概念就知道了。那所以经文这里是举出啊声闻之众，那实际上呢是三类众生里面呢人数最少的了啊。天人应该是比声闻还多啊。那么声闻是啊在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天人众呢是在啊啊，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些大菩萨们呢就在十宝庄严土啊。那么声闻之众啊都是啊无量无边的，而且呢个个都是啊神智洞达，他们
都具有啊，啊，神通智慧，洞达就是透彻通达，啊，对一切的事理啊，都是透彻通达的。那换句话说，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晓。那么下面说，威力自在，他们每个声闻中啊，都有无比的自在威力。啊，我们讲啊，神通广大。那么，这个神通广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能于掌中啊，持一切世界。啊，这就不得了啊。啊，他能在啊，自己的一个手掌上啊，可以呢，握持啊，一切的世界。这个世界啊，就是讲佛土。像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有多大呢？啊，3000大千世界，就是啊10亿个银河系。啊，那10亿是怎么算的呢？就是3000大千。啊，这个大千呢是这么算的。啊，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娑婆世界。啊，它是3个1000乘起来。啊，不是相加，是相乘。啊，这3000大千是指1000乘上1000再乘上1000，这么多个单位世界。那么单位世界是多大呢？就是一个银河系。啊，换句话说，3个1000乘起来就是10亿。啊 ,1 billion, 啊 ,10亿。啊，这就是一个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那么这一个世界就不得了了。你能把它放到手掌上。啊，你想想那神通多大，你的手掌有多大，啊，更何况说持一切世界，这简直就不可思议了，一切就无量无边了。你能把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就放在手掌上，你想想这神通，是吧？一切天人不可为比。这天人就在他手掌上，啊，所以《西游记》里面讲啊，这个孙悟空啊，这个怎么翻跟斗啊，都翻不出这个如来的手掌心。你就想到，确实有道理，啊，他怎么翻都翻不出娑婆世界啊，更何况说一切世界，啊，那不仅是如来的手掌心呢，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那个孙悟空也翻不出你的手掌心了。啊，因为这是一切的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这样的。啊，神智洞达，威力自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用不着羡慕某人说什么有怎么通啦，啊，是能看什么啦，啊，甚至能够双脚腾空，啊，还能够放光，哎，那些都是鸡毛蒜皮了，啊，你呀，念几年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他多大的神通，跳不出你的手掌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不搞神通，啊，那神通叫圣莫边事，
啊，盛世里头的最末的，啊，这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啊，我们学佛就是学智慧，啊，修福、修慧、修往生。啊，到了极乐世界，那神通道理是不可思议。这只有是啊，诸大菩萨才能够有的。啊，《维摩诘经》里面就有这么一段经文啊，跟这个就可以类比。菩萨以一佛土众生啊，置之右掌，飞到十方，遍视一切而不动本处。这维摩诘啊，大士啊，这段经文呢、啊、是这么讲啊，菩萨能够把一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全部啊放在自己的右掌上。啊，然后带着这些众生啊，飞到十方佛国，然后显示给那些佛国的众生看。你看，你这些某人在我这儿啊，那个人在这儿，这是美国，这是中国啊，就给大家看，飞到十方世界给大家看。啊。那么虽然菩萨这样十方世界去奔驰说法，可是并没有离开本处。啊，这就是啊，完全打破了我们众生空间的概念。啊，不可思议。那不仅是维摩诘大士可以做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是这样。啊，你到了那边，你也可以这样。所以极乐世界啊，整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法界。那么这些人数啊，是无量无边。啊，所以你也不用去炫耀什么啊，因为不是你特有。啊，那像你一样的神力自在的，那极乐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啊，就跟啊下面经文里讲到的啊，这些人数到底有多少呢？啊，佛给我们举一个啊譬喻啊来比例说明。啊，因为我们呢没办法想象说无量无数到底是什么概念。啊，佛能够让我们体会一点，他就举出下面的譬喻。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与一昼夜细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细供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碎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殊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啊，我们看佛怎么样善巧啊，来做比喻，说明这个人数之多。啊，世尊呢、啊，用他的一个弟子，
啊来譬喻。啊他弟子当中啊大目犍连尊者是啊神通第一的阿罗汉。啊那么这位大阿罗汉呢他的能力啊就是可以将啊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一个佛土啊里面所有一切的星宿众生娑婆世界有十亿个银河系啊那么一个银河系的星宿就不知道有多少啊就是星球有恒星啊有行星啊有卫星啊像我们太阳系太阳就是恒星啊地球等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啊那么月亮呢啊是地球的卫星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么多的星球啊其实每一个星球上都有众生有的看到的啊有形众生有的是看不见的无形众生啊那么每个地方啊都会有啊六道的种种众生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十亿个银河系里面啊那众生是吧我们凡夫就觉得是无量无边对吧你不要说那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就说我们地球的众生有多少你都想象不出来啊就别说地球就说台湾的蚂蚁有多少你能想象出来吗啊就提出一类的众生你都算不清楚有多少啊就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蚂蚁你就没办法计算那更何况地球的蚂蚁啊那更何况这六道的众生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是吧我们就没办法想象但是啊阿罗汉可以啊在一昼夜之中细致其数你看这个能力有多强啊他是用神通啊来观察啊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六道啊地狱都有多少多少种的地狱啊地狱里面有多少多少众生啊这是无间地狱的众生那是等活地狱的众生那是黑城地狱的众生啊有八大地狱啊八寒地狱然后恶鬼道啊又有多少多少众生啊畜生道有多少多少的蚂蚁多少多少的蟑螂啊老虎啊狮子老鹰啊这是畜生道的啊然后天道有28重天啊这是刀立天的那是兜率天的啊那是夜魔天的化老天的啊一直到上面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通通一昼夜当中全部算得清清楚楚。啊这能力啊非常强啊啊这我们这个人类计算机是赶不上的。啊那么多的众生啊阿罗汉啊这个大目犍连就一昼夜啊就很清楚地算出来了。好了那现在啊假使十方众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就是没成佛的那些人啊都叫做众生。啊那么十方你说有多少众生对吧那假如十方的众生啊一时都成为像缘觉啊那缘觉就比声闻还要高啊神通能力就还高。那么成为缘觉啊那么每一位这样的缘觉寿命都有万亿岁啊就是一万亿年啊那么一万亿年每年就算365天吧
啊，你说就是365万亿天啊，那么这些一因缘觉神通都如同大目犍连尊者一样，也是啊，一昼夜之中24小时之内就算出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数目啊。那么现在十方众生所成的缘觉啊，这么多的人一起啊，尽其寿命，就是360万亿天啊，360万亿个昼夜啊，竭其智力，把他们的脑汁都用尽了啊，去用他们的神通、他们的能力啊，去观察啊，去思维啊，去推算啊。彼佛会中，就是极乐世界里面声闻之数啊，别的不算了，算最少那一类的声闻吧。声闻有多少数目呢？啊，他们能算出来多少呢？千万分钟不及一分。你就想想啊，你就看看这个比喻，他只有佛才能这么说出来啊，我们都想不出这么好的比喻啊，这样我们才理解，哎呦，极乐世界的人数真的是啊，天文数字啊，啊，天文数字都算不过来啊，啊，这么多的缘觉一起推算，推算出来的都不足千万分之一呀，啊，其实不止千万分之一，啊，底下做个譬喻大家就知道了，那千万分之一都是个虚数。是无量分之一呀，啊，啊，那底下譬喻说呀，譬如大海，啊，这个大海啊，通常佛经所指的是啊，啊，围绕在须弥山周围的大海，啊，就是星系与星系之间的大海，不是咱们地球上那个四大洋啊，那都是小小池水而已了，啊，太平洋都是小的，啊。那大海不是在地球上啊，那么譬如这样的大海，就算是太平洋吧啊，用小的来说，太平洋有多大啊，那深广是有边有际的，对吧？但是真正那个啊，须弥山周围的大海是深广无边的啊，那我们就用太平洋哎来说啊，你在这太平洋里头摄取一毛啊，从你头上拔一根毫毛啊，然后呢把这个毫毛啊吸为百分啊，吸就是把它分割，怎么分割呢啊，这条毫毛啊啊，假设我拿大点的做比喻，假如这是个毫毛啊，不是这样分成百分呢，啊，它是从这个直径面上分成百分，知道吧？那这个分成百分，那没什么意思了啊。那个毫毛的直径有多大啊？然后在直径的横切面上往数分为百分啊。那么一条很细很细的啊，那毫毛的1%那么细的叫毛尘啊，细为百分就碎如微尘了。啊，几乎就跟那个啊分子那么大的直径了啊。那好了，这个微尘那么细的这个毛，以这么一根毛尘啊，沾那个海里头的一滴水啊，沾起来了，抖一抖啊，然后呢，剩下了还沾在那个毛尘端上，还有一点水分子啊，这么。以这个毛尘水跟那个大海来比，那水哪个多呀？啊，那当然不用问了，哈哈，这是譬喻。啊，用这个譬喻来说明什么问题呢？啊，底下就给我们讲了。啊，佛告诉阿难，说比目犍连等啊所知数者。比目犍连等就是前面说的十方众生都变成缘觉，
一一圆觉都如同目见莲的那么样的神通，可以一昼夜之中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数量啊。那么这么多的圆觉，就是比目见莲等啊，像目见莲那么样的人啊，那已经是无数的目见莲了啊。这些人共同用他们的脑力，尽其寿命360万亿个昼夜啊，来推测出来的数量，如同我这根毛尘上点的那么点水啊。而所未知者还没推算出来的数目呢，如大海的水啊。那你想想就没办法比了啊。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啊，极乐世界的人数啊，就是这么多。无论你怎么推算，啊，你所推算的那就是毛尘水那么多，所推算不了那么多的就是大海水，啊，所以底下有一个结语：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啊，这里就是佛用完这个比喻啊，啊，跟我们讲了，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受量，啊，寿命。论劫数来算啊，有多少劫呢？你能推算的啊，十方众生成为大目见莲能推算出来的就同如同毛尘水，推算不出来的寿命如同大海水啊。阿弥陀佛的寿量就是这样啊，这个一耳啊就是也是这样啊。那么这里包括好多样了啊，阿弥陀佛的寿量一耳啊，就是如此的啊，无法推算。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啊，这些人的人数一耳啊。那这里就跟我们讲出来了，你看有三类的人啊，有菩萨，这是多数人啊，阿弥陀经跟我们讲的啊，那其果呢多是啊啊一生不处啊。那菩萨里面最多的其实是一生不处的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啊，这是多数人啊。那再往下一点的一般的菩萨啊，那是其次啊，然后才到声闻天人啊。这是声闻来讲是比较少的啊。刚才呢啊，用大目见莲推算这个譬喻啊，只是推算声闻数啊，那菩萨数就更大了啊，因为菩萨数是占大多数啊。所以菩萨的数量、声闻的数量、天人的数量一耳啊，也是十方全部成为目见莲都推算不出来的。那么不仅这些人数啊推算不出来，每一个人的寿量一耳啊，你现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寿命啊也是十方众生变成目见莲来推算你的寿命，你也推算不出来，你也是无量寿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底下讲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啊，不是能用我们的算术啊，用我们现在的科技啊，计算器啊，可以算得出来的，也不能用譬喻之所能知啊。佛给我们讲这个譬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啊，换作你，你都讲不出这么好的譬喻，对不对？啊，他这么样很
婉转的一层一层的把十方众生比喻成大木建连啊，然后他们的寿命有多长，然后一起推算啊，然后像毛尘水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譬喻都已经是只有佛才能说出来了啊，辩才无碍啊，但是这个譬喻也是只能说一点近似啊，实际上啊都说不出来啊，不是譬喻可以能够知道的，这完全超过了我们凡情能够测度的范围啊，完全是超情离见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真的是一真法界啊，那样样都是无量啊，究竟的庄严啊，人数就也是庄严的一种啊，我们讲法会很庄严，那如果是只有两三个人在，你再庄严也有限，对吧？我们讲法会庄严肯定啊，包括人数也很多啊，比如说万人法会啊，就很庄严了 你这两三个人的法会再庄严也有限吧，对不对？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呢，一一都是无量的啊，论人数人数无量，论寿命寿命无量，论它的受用啊，莲花啊，那个光啊，那些树啊，那一一都是无量啊，那些宝啊，宝里还放这个各种光啊，一一都是无量啊，所以整体就是啊殊胜绝妙的啊一真法界。而且这里啊佛告诉我们寿命无量啊，从一一无量当中专门挑选出啊，一个是人数无量，一个是寿命无量啊，这寿众无量啊，这两个方面来讲啊，那是等于鼓励我们修行人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要修行就很不容易啊，第一个道友很少啊，你想修行对吧，连个伴儿都没有啊，找人家一起打个佛七吧，人家都没时间啊，你只好自己在家里自己闷着头干吧啊，没人陪你啊，像好不容易来到善果林，那都是很难得的姻缘了，对不对啊，在一起打个佛七啊，大家这个莲池海会啊，诸上善人啊，聚会一处啊，稀有难逢啊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啊啊，你想修行啊，找道友都不容易，想找道友恐怕就得千里迢迢的啊，从外地啊来赶到这儿啊，现在还有飞机还算好，那以前怎么办是吧，哎，不容易啊。那极乐世界呢，哇，你放心，那无量无边的都是你道友啊，你数都数不清啊，所以不退菩萨为伴侣啊，一直伴侣到成佛啊，你绝对不孤独不寂寞啊，天天有人跟你一起陪着啊，修行啊，一起谈经论道啊，甚至想见阿弥陀佛随时可以见，不用预约啊，现在你想见老和尚就不容易啊是吧啊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想去就去，不用敲门啊，不用预约，阿弥陀佛早就知道你要来啊，你来了之后也没什么废话啊，你的问题阿弥陀佛都知道，然后一放光，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极乐世界这是太殊胜了，这修行啊，你不到极乐世界你到哪里去，是吧？啊，所以佛告诉我们那边呢，你看这么多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一定要去啊。那么第二个呢，说我们的寿命无量啊，也是消除我们的一种这个忧患。因为在我们娑婆世界啊，这寿命都是短暂啊，我们当人道是最好修行的啊，六道里面三恶道苦啊，苦就修不了啊，像那个地狱的众生是吧啊，被拎到这个油锅里炸完到那个油锅啊，他根本没时间修行，连念句佛号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么三恶道众生基本上都是受报而已啊，难得能够遇到佛法修行非常难啊，偶尔一个道场给他放个蒙山，哎呀，那些三恶道众生就啊兴高采烈了啊，他们就能够念佛啊，能够止息痛苦了啊。那很多还没有缘啊参与到这个超度法会的，他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么天道呢，享福啊，享福啊就不想修行啊，天天你看衣食自然啊，吃得好啊，穿得好啊，到处可以玩啊，而且呢天人都可以不用睡觉的啊，就是白天晚上都在玩啊，快乐无比，根本没有时间啊去想着修行的事儿，觉得修行太苦了啊。所以富贵学道难啊，你从人间就可以看到，那富贵的享福的人就很不容易修行，你叫他来打个佛七，你看哎呀他一看就怕了啊，这只能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然后还得坐那么久，坐得腰酸背痛啊，这个不是坐就得站啊，不是站就得走啊，这就很痛苦啊，所以他不会来修行啊。这谁能修行呢？就人道啊，人道呢也有苦也有乐啊，而且是苦多乐少，哎，那么他就想到要解脱痛苦啊，他也不至于太苦啊，所以还能够喘口气啊，还可以修行啊。那么人道里面呢，其实啊修行的人也少，对吧？你看世界这么大啊，60亿人口啊，有多少人肯来打佛七，是吧？你们都算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了啊。啊，60亿里头你挑出这么几百个，这是万里挑一，千万里挑一了，啊，那么要修行，你看也都是啊，工作也放下了啊，甚至很多都是老菩萨，对吧？忙活了一辈子了啊，辛苦一辈子了，儿孙也大了。啊，工作也退休了，好了，终于有时间可以来打个佛七了，啊，这多不容易啊，啊，结果想念佛，你要知道命光不等人呐，啊，得赶紧念，是吧？过几年都还不知在不在了，啊，这个都不是说这些丧气话，事实啊，啊。那不是说老菩萨啊才有这种危机感，少年人也一样啊，啊，人命无常啊，啊，那俗话讲嘛，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啊，谁能担保自己明天能起得了床啊？啊，睡下去了可能就起不来了，是吧？啊。我的同班同学啊，大学同班同学，那你看跟我的同龄人呢，三个已经去世了，哎，你就想想是吧，
所以不能说我现在还年轻还早呢，啊，等我退休了再念佛吧，就怕你没那一天呐，啊，这寿命短暂，这就是苦。啊，想修行啊，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要修行的时候，哎呀，寿命到了，啊，又没时间修了，啊，所以要珍惜命光，啊，珍惜好当下，啊，珍惜今天还有这个时间，啊，这个因缘，好好的修，啊，不要啊，这个啊，推迟到说我改天再来。嗯，改天你还在不在不知道啊，所以不要等明日，今日就得修啊，明日复明日，明日成蹉跎，不能待明日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这娑婆世界啊，寿命短暂啊，纵然你有善根也很难有这么多的时间修行成就。啊，那到极乐世界呢，啊，阿弥陀佛就让你放心，你有无量寿。啊，纵然你呀，这个很不精进。啊，你天天想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里游泳。啊，这个贪图那么一点享乐也没关系。啊，这个慢一点也可以，反正无量寿啊，啊！而且你说我不想这个在大讲堂里听阿弥陀佛说法啊，觉得怪累人的啊。你看这以前听定弘法师讲法都很累啊，现在又得到极乐世界啊，到阿弥陀佛讲堂那听法，哎呀，不想不想怎么办呢？没问题啊，你就到那个七宝池旁边散散步啊，到那个宝树行间散散步，哎，那里呢鸟给你说法啊，那风吹那个树的声音也是给你说的法音啊，你想听华严经啊，讲的就是华严经，你想听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啊，你想我什么经都不听我就念阿弥陀佛，哎，那就变成佛号，哎，所以你修行又自在啊，而且寿命又无量，那你肯定一生成佛嘛。啊，你不成佛成什么呢？你肯定成佛。啊，而且那边最重要的没有退缘。啊，你都是三不退的。这三不退是阿弥陀佛加持。所谓的加持是什么呢？没有那个退缘。就你想退都没得退。啊，你想说我想退转成凡夫，对不起。你没有当凡夫的缘啊，你想到六道，这没六道给你啊，没得六道受生的啊，这就位不退啊啊，我想做小乘，我不想度众生，不行啊，天天那些菩萨就拉着你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行不退。你想我想念退啊，念也不能退，因为所有的六尘都在说法，都让你啊见性开悟，退都没地方退了啊，所以你只好最后成佛啊。这极乐世界你看多殊胜啊，不像我们的世界啊，那退缘太多了啊。这个进一退九啊，进一步退九步啊，譬如说吧，你这个啊突然发起勇猛心了，哎，我得一天一夜念佛二十万啊，是一口气能念下来了，你能念第二天吗？恐怕不行了啊，第二天顶多就念十五万了啊，第三天呢，顶多十万了啊，再过两天呢，五万都未必能练得了了，啊，甚至哎呀感冒了，发烧了，哎呀躺下了，啊，或者是啊，哎呀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打个佛七吧，啊，结果呢，啊，这个啊刚关起门来啊，准备听经了，啊，打开那个电视机啊，
正准备看，哎呀，定空法师今天讲什么呢？啊，哎，电话来了，啊，喂，干什么呢？哎，有什么事儿啊？你妈病了，赶快来。啊，哎，你这个孩子在学校淘气，被老师处罚了，赶紧来。你看，就是这么多的退缘，啊，让你安不下心来修行。啊，那这都算一般的缘了。那如果有一些啊恶知识啊，这引诱你啊吃喝玩乐啊，哎，这个今天 LV 包大降价啊，赶紧去收购啊，那你就跟着就眼睛一亮就去了啊啊，今天有夜市啊，要不要去看啊？那你这是给你造业的缘。啊，所以啊，这都是啊，啊，让你退的，那成佛啊，遥遥无期，啊，生生世世就是这样轮转，啊，所以阿弥陀佛啊，就为我们这些众生啊，特别设计啊，极乐世界，啊，那么让我们能够啊，寿命无量，啊，受用无量，啊。这个能够啊正三不退啊，最后一生成佛啊，这是大恩大德。好了，那么下面呢，就我们来看第十四品宝树变果第十四啊，这还是 啊讲这个啊，极乐世界的庄严啊。那么前面讲完正报的庄严，这里又提到依报庄严了啊。正报依报这反复来说啊，越说越细致啊，越说越具体啊，让我们呢读到这些经文呢，就感觉好像都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些经啊。啊，我们就细细的去品味啊，边读边思维啊，随文入观啊。那么这里讲到极乐世界宝树变果，极乐世界庄严的一种啊，就是讲七宝树啊。这种宝树啊，整个极乐世界随处可见啊。那佛为什么跟我们讲宝树呢？啊，专门提出宝树来讲啊，那是大概随顺我们这个地球众生的根性啊。我们呢都喜欢树木，对吧？啊，你看山如果有树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清脆啊，很有生机。假如一个山呢，只有土块、石头，啊，光秃秃的，什么树都没有，看起来就不好看，啊，所以大家都喜欢树木，啊，特别树林里头啊，啊，有氧气，有负离子，啊，天然的氧吧，啊，进去之后啊，身心啊顺畅，啊，所以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树木。啊，尤其是那种啊原始森林啊，参天大树，进去之后啊，感觉到啊这个非常的舒服啊。那么极乐世界啊，那个树啊，比咱们地球上的树啊，那殊胜太多了啊，那叫宝树啊，而且是啊，全极乐世界到处都能够见到啊。那么底下呢？给我们呢啊，细细来说明。彼如来果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转供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啊，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是讲啊，树之质，啊，树的本质。首先讲啊，啊，彼如来果就是极乐世界，多株宝树，啊，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宝树。那么先说啊，一种就是以纯一宝而形成的树，啊，就是纯的宝树，啊，就单种宝。底下是讲多种宝，啊，那么这里是啊，讲到或纯金树，这是一种，啊，就是啊，唯是一种黄金的这种宝，啊，所形成的树。那么还有纯白银树，啊，这也是啊啊一宝树，啊，单一个宝，啊，是白银做的。那么还有纯琉璃树、纯水晶树、纯琥珀树、纯美玉树、纯玛瑙树，啊，那每一种的这个树呢，只是单一种宝，啊，唯一宝成，不杂于宝，啊，那这种树啊，就是啊，是一种一类的，叫啊一宝，啊一宝所成的，啊不夹杂其他的宝，啊，那么这是因为不同的众生啊，他不同的喜好，啊，有的呢喜欢呢各种宝合在一起，啊，这个五彩斑斓，他很喜欢，啊，丰富多彩。有的人喜欢纯净的，啊，就单一种宝就好了，啊，比如说黄金，我就要黄金，啊，不用再加个美玉、玛瑙，啊，个人喜好不同，啊，所以呢，啊，极乐世界啊，适应各种人的口味，啊，就各种宝都有，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啊七种宝。黄金、白银、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啊，七种宝，个个都是单宝所成的，啊，这种树木，啊，那么底下是讲多宝共成的树，啊，或有二宝，就两种宝，比如说黄金和白银，啊，交配在一起，啊，这个形成的这个树木。就二宝所成，啊，或者三宝所成，啊，比如说啊，这个琉璃、水晶、琥珀，啊，三种宝，啊，搭配在一起形成的树，啊，那么三种宝这七种当中啊，任意拿出三种啊，那有很多种了，啊，对不对？啊，这个比如说啊，两种宝的啊，那么这个。两两搭配，啊，那你用数学就可以算一下，啊，看多少种，啊，三三搭配的有多少种，或者四种四种搭配的，啊，这七宝当中四种宝四种宝合在一起，啊，乃至七宝，啊，就整个刚才讲的所有七种宝又合在一起的，你看这种种类就很多了，啊，改天我得算出来给大家看。我这没有备课，我应该算一算，用数学算算就知道了，啊啊，那么实际上呢，这讲七宝啊，啊，都是一个虚指的数，啊，极乐世界的宝物绝对不止这七种，也是无量种。那无量种当中
又有的两两搭配，三三搭配，四四搭配啊，这个乃至于这个无量无量的搭配啊，那又搭配起来又不知道多少了，又增了无数倍了啊，所以这么多种宝转供合成啊，你就可以想象极乐世界那种树木啊，啊，真的是啊，这个美不胜收啊。根茎枝干，此宝所成啊。那各种宝，就多宝合成的树啊，是怎么搭配的呢？底下给你详细的讲啊。比如说一棵树，它有根呢，啊。根上面它有茎，啊啊，茎就是这个土上面长出来的啊。那么还有枝条、枝干啊，当然还有树叶啊。那么这一棵树呢，啊，根是一种宝所成，茎是一种宝所成，枝干又是一种宝所成啊，它是这么样搭配。那还有花叶果实啊，那树上开了花，花又是一种宝啊，果实啊，叶子，各种不同的宝啊，就他宝化作啊，所以这个宝与宝之间彼此搭配啊，这个转供合成这么一棵树啊，这是多宝合成的树啊，不像刚才讲的是单宝啊，单一种宝，就根干枝叶花果纯是一种啊，黄金或者是琉璃啊，这里是多宝啊。那么这里啊，刚才讲的是总名啊，多宝共成的树，下面别名啊，又给我们呢啊细致一点啊，来啊说清楚啊，或有宝树，或就是举例啊啊，比如有这么一种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啊，身就是那个树身啊，琉璃为枝啊，树身上面呢就长出枝条啊，是琉璃做的啊，枝条在末梢呢是水晶啊，水晶做的梢，那那个树梢上面都有树叶啊，啊，那么那个琥珀来做叶啊，那还有花，美玉做花啊，那果实呢，玛瑙是果啊，这是讲啊，举一个例子，有这么一种树是这样子的啊，那其余诸树呢，那还有别的种类的树啊，富有七宝啊，也有这种七宝啊，来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啊，互相搭配啊。又例如说啊，白银为根啊，这个琉璃为身啊，水晶为枝啊，琥珀为梢，美玉为叶啊，这个玛瑙为花，黄金为果啊。这么搭配啊，反正就是自己来推了啊，各种样的种类的树啊，就互相的形成树的各种部分啊，种种共成啊。那你就想想各类型的宝树啊，那真的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那实际上刚才有讲到，极乐世界绝不只是七宝啊，只有七宝搭配的啊，那不是，是无量种宝来搭配啊。这个七啊，实际上是指啊，这个啊表圆满的数字啊。那么要知道这些宝数为什么有这么殊胜啊，这么多的种类啊，那么这些都是啊，阿弥陀佛跟我们本人无上的心宝。
啊，我们的本心啊，就是自性，就是这样的，美不胜收。啊，极乐世界一切的庄严，就是从我们自性流露出来的。啊，我们的自性就是阿弥陀佛的自性，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所以这七宝转共合成的树，啊，也就是说明我们自性所合成的，啊，无量的宝树，啊，无量的庄严。那么下面呢，就讲到树啊成行，啊，前面讲树啊，它的这个质料啊，它是什么构成的？底下是讲它们的排列啊，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这个这些宝树各自一行啊，他们各自啊啊很有次序的排成一行一行啊，这个行行相直啊，这个相直就是指那个啊排列的非常整齐啊，像一条直线一样啊，就像那个啊阅兵仪式啊，那个军人排成啊这个一个方阵啊，非常整齐，而且呢啊操兵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正步走啊，手脚啊大家都同时这个举动啊，看起来啊就非常整齐。无论你是横着看还是竖着看啊，都是一条直线啊，这叫行行相直啊，那竖就是像这样子的啊。那么静静相望，不单指这个一棵树树身啊，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直线啊，那树都有树枝啊，啊树干呢、啊，那树枝树干啊长的那个方向也是一致，所以从树枝的这个角度一看过去，也是横的一条直线，竖的一条直线啊，像个方阵一样，非常的啊整齐有序啊。静静相望啊，就是讲到树干啊，比较粗的树干。下面讲枝叶相向啊，这比较细的树枝了啊，那个树枝一条一条的树枝都是那么整齐相对相向啊，这个啊大家都往一边倒一边看啊，东边啊所有树枝都往东边啊，这边呢向西边啊，这树枝都是非常整齐，然后你从树枝的这样子看过去啊，瞄一瞄，哇，全部是一条直线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啊，这一个方阵里头的啊，那个树木从树干看，横看侧看全是一直线；从树枝上看，也是横看侧看全是一直线。啊，这个叫做啊，这个行行相直，静静相望，枝叶相向。啊，那么花实相当啊，这是讲到树上的花。实就是果实啊，花和果的位置啊都是非常有规律非常整齐的啊，一点都不乱的，彼此相当啊，相当就是刚刚配合的非常的妙啊。那比如说那个啊，同样那个树枝上啊，这个树枝上有花有果啊，然后你再看那棵树呢，哎，同样一个方向的树枝上也是同样有那个枝叶啊，花果
啊，那么非常的整齐啊，这些都是啊自性啊自然流露的，不假人工啊，人工去打造都打造不出来。你说我们现在的啊最好的园艺师啊，修剪园林是吧，他怎么修都没办法修成这样啊。你说那树它长得就是那个树枝都不一样啊，那方向也不同，你怎么修也不可能啊修成枝叶相像花实相当啊，不可能啊，这不假人工啊，完全是啊阿弥陀佛啊这个大势愿力啊，自性自然流露啊所显现的这种啊依报庄严。那么底下又说，容色光耀不可胜视，这是讲啊树的这个啊光荣啊，就是讲荣就是指树啊很繁茂啊，不像那个我们这里秋天的树啊叶子都落了啊，这个只有那个树枝啊干巴巴的孤零零的啊不好看啊。那么如果是春天呢啊夏天的树呢看起来就是很丰满啊，这是讲荣，就很繁荣很繁茂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宝树啊，那个枝叶花果都非常繁茂啊，生机勃勃啊，给人一种啊欣欣向荣之感。那么不仅呢繁茂啊，它还有各种的妙色，因为它是啊七宝所成，而各种宝都放光啊。《观无量寿经》里就提到，这每一种宝物放五百色光啊，你就想象吧。这个黄金啊，像我这背后啊那佛像上的这个就是黄金色啊，它就放出比较漂亮的光芒啊，对不对啊，可能就看银幕比较清楚一点啊，放出这种光芒是呢金色光啊，那只是一种啊，那如果五百色光呢，你能想象吗啊，那真的美不胜收啊。啊，那每一宝都放五百色光。那一棵树如果是七宝转共合成。啊，那每一种又放五百色光。这五七三千五三千五百种色光。啊，这是树里就发出来。啊。那所以容色光耀。这个啊光明。啊颜色就放的是光明。啊，光明也有颜色，啊，光色啊，啊，非常好看，啊，而且这个光明啊，可以普照十方，啊，令人呐、啊、目不暇接，啊，看都看不过来呀、啊，啊，太妙了，不可胜视啊，就是你看不过来了啊。啊，真的是在这树林里面就能流连忘返啊。古德所说啊，珠宝灵树啊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的，说、啊、这些宝树啊，这些树林啊，都是阿弥陀佛无漏心中流出来的。这个无漏心就是没有任何烦恼的心，就是自性清净心啊，在自性清净心中没有一点垢染啊，所以啊所变现的这些景象啊就那么清净那么庄严
啊，而且这些树啊，没有所谓的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现象啊，不像我们的树啊，总有一天会老死啊，百年大树就很稀有啊，但是极乐世界不会有啊这些啊树啊啊这个太老了就死了，不会啊，更不会有虫害啊，不用打农药啊，这个啊不会有虫害啊，而且那些花叶果实不会凋零啊，没有这种啊生住异灭的现象。那这些都是啊自性流现，因为自性本来就不生不灭啊，所以流现的这些景象也是常住不变啊，是常住真心所现的。好，下面就讲到这些树啊所具的德啊，有什么样的德用。清风十法出五音声，微妙工商啊自然相和，是诸宝树周遍其果。啊，这些树木啊，它有一种啊，这个特殊的啊功能，就是什么呢？啊，自然天然的乐器啊啊，它能奏乐啊，怎么奏乐呢？清风十法啊，这个清净无漏的德风。啊，极乐世界没有狂风啊，没有台风啊，我们这台湾呢就很多台风啊，就是台风一来啊就会造成灾害啊，极乐世界没有，都是清风啊，德风啊，这个风里头有妙德，有妙用，而且是清净的啊，只会让你心旷神怡，只会让你断烦恼、消业障、增福慧啊，不会带来灾难啊。所以清风啊应时而发啊，所以这个风它也有时节的啊，有序不乱啊，它不是乱来啊，是忽然来一阵啊，让你措手不及啊，不会啊，它该到那时候它就开始吹起来了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都很安闲啊，绝对不会让你出乎意料之外，哎呀啊，突然啊措手不及，没有防备，不会啊，该到那个时间就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清风十法啊，那像天上它也常常下雨，下什么雨呢？花雨啊，天欲妙化啊，它也是有时节啊，昼夜六时如是六反啊，这是每一时啊，我们这世界算是昼夜六时啊，这印度人算法啊，昼三时夜三时就六时啊，每一时该到那个点儿了，哎，它就下雨下花雨啊，风也是一样啊，该到点儿了啊，非常准啊，一秒不差，那风就起来了啊，这一吹起来了就吹到这树林了啊，因为这些树啊全是七宝所成的啊，而且这个花果叶子啊都是各有各的适当的位置啊，就像那个这些琴弦呢，是吧，它这个高音低音啊它各有位置啊，像钢琴是吧，哆来咪发嗦拉西啊，这七然后再来个哆来咪发这样子上去啊，这个音阶啊它是有这个位置顺序的是吧，
你弹起来，你的手指知道啊，下一个音节是按哪一个键，对吧？它不能乱，乱了你就弹不出一个好的乐章。啊，那极乐世界的宝树就像琴弦一样，不过这是个立体钢琴，啊，它的琴弦呢就是这些花叶啊、果实，啊，各有各的位置，然后不用手指弹，风一吹，啊，那个这些琴弦就开始震动起来了，啊，那花跟叶子相一碰，啊，叶子跟那枝条一碰，啊，就开始奏出美妙的乐章。啊，就是出五音声啊，五音也是随顺我们这世界啊，因为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啊，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啊，西方人呢再加两个半音啊，就是七音啊，像哆来咪发，这个发就是半音。啊，嗦拉西，这个西也是啊，这两个半音啊，实际上只是 五种正音啊。好的歌曲啊都是用那个正音啊，那个半音用多了就会变成靡靡之音啊，就会催人泪下，让人感伤啊，勾起人的情欲啊，各种。所以正音的，你像佛教的梵呗都多半是正音啊，很少用半音啊。就是它是能够让人心安的啊。孔子当时啊啊治理作乐，这个乐啊啊它有乐伎啊，讲的音乐就能够调人的性情啊，好的音乐让人呢心神安宁啊，排除邪思啊，那种正位之声啊，就郑国和魏国啊，他们喜欢奏那种啊就是淫乐之声啊，靡靡之音就会啊让人呢勾起邪思啊。像现在很多这些流行曲多半都是那种啊让人勾起邪思的啊。所以唱歌咱们就唱梵呗，唱阿弥陀佛，四字四音啊，四字五音啊，这就非常好啊。像我们八关斋戒就不能唱歌了啊，对吧？但是可以唱啊，佛教的这些啊，早晚客诵都可以的。啊，那么出五音声啊，就是不是只出五个音啊，是五音搭配起来形成乐章。啊，如果只是五个音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它是一种五音搭配起来啊，就形成了美妙的啊音乐。啊，微妙宫商，这个宫商就是啊五音前面两个啊，那么就代表五音了啊。那么五音所构成的乐章啊非常微妙啊，令人听了之后啊啊感觉到啊这个心旷神怡啊，就是这么留神去听啊，渐渐就入了三昧了啊。而这些音乐呢根本不是人工去弹的啊，完全是自然相和啊，这个和就是五音呢啊搭配起来啊，搭配起来才成为乐章啊，而且要搭配的好啊，像我们要谱一首曲子啊，就是你懂得五音怎么来搭配啊，才能谱写出啊好的啊这个啊音乐啊。但是极乐世界的音乐啊都不用谱曲啊，清风一吹那琴就自然的演奏啊，叮叮当当的啊，这个我们这世界不是也有风铃吗？啊，大家就能想象出来了。那风铃，风一吹，那个铃铛它也在那响，声音也蛮好听，对吧？啊，就有那么一点感觉。啊，极乐世界啊，整个宝树就是个大风铃，啊，然后一吹起来，那所有的这些枝叶花果啊，开始震动，
哇，就开始奏乐了。啊，所以喜欢音乐的人呢，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啊，那里是最美妙的音乐。啊，那这些音乐不仅是悦耳啊，啊，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的心呢安定。啊，自然消除啊这些心垢烦恼啊尘劳不起啊，所以那个你想极乐世界的人多么幸福，你看他也不用做家务是吧，也没有啊不需要带孩子啊啊不需要工作啊，天天干什么呢啊，到树林里走一走啊，啊，哎，时间到了就坐在树下盘腿一坐，听听那个风啊，吹树林的那些乐章，是吧？啊，多么殊胜的生活！啊，然后那个啊，时间到了，哎呀，啊，该去供养诸佛了，就化身到十方供养诸佛。啊，回来呢，回来先洗个澡，在七宝池里头。啊，八功德水一冲啊，洗完了啊，就在这个又到树林里面啊，就是打打坐也行，躺着也行啊，可以听听啊阿弥陀佛鸟给你讲讲经说法啊，又听听这些音乐啊，不知不觉就成佛了，你看多殊胜。啊，这后面有讲到啊，这些树木啊，你见到它，闻到那个树的香，听到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都能证无生法忍呐、啊！啊啊！我看到大家都已经进入神思，好像到极乐世界一样了，很好啊啊！大家虽然还没有真实进入极乐世界，但是已经神往了啊，这是很好的。你就是常常这么样听，常常这么样的学，听久了，可能有一天晚上做梦就进去了啊。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啊，谢谢大家。